Hello，Hello，大大家家好，好。今日就带大家去韩国嘅超市啦。因为突然之间心血来潮，想整韩式炒粉丝啦。咁啱我听到朋友讲话咧，birmingham 都有韩国嘅铺头，所以就入咗嚟呢一度咧 shopping 啦。大家跟我哋一齐去揾韩国粉丝，究竟喺边度啦？一入到铺头咧，就系一排嘅冰格啦。呢度有好多冰鲜嘅嘢噶，都有好多海鲜喺度。前面就有一堆米啊，嗰啲谷粮啦。系咯，呢个东北大米都唔平喎，22点几公斤就40几磅一包。韩国米。有乜特别啊？Brown rice。我嘅我未食过韩国米喎，都好奇。细粒。呢个系泰国米嚟噶嘛？Thai jasmine，韩国米下面呢条。事实证明咗咧，原来韩国超市唔系净系得韩国米卖噶，系仲有泰国米卖噶。下次睇清楚啲啦，知唔知道啊？知道啦。唔中意食饭冇问题，另外一边咧有大量嘅韩国公仔面卖啊，咁多选择，食到想呕都得啊！之后行过隔篱，点知系日本嘢嘅货品喎。你睇下，好多日本嘅酱料啊、咖喱都有啊，又系你嘅天堂。好惨啊，系咁俾人抹黑形象。系啊，呢度其实日韩嘢都有得卖噶。哇，好多日本嘢卖喎。咪住先，点解我见到旺旺同简体字嘅？呢边系日本，呢边系中国，一个 contra 喺度。呢度蔬菜部呢，就有啲好难买到嘅杏鲍菇啊、瘦身菇嗰啲。若果想韩烧喺度买嘢就齐晒啦，不过就贵啲。不过间唔中食一次有咩所谓啊？哇，韩国嘅番茄啊！你系韩国鱼？Korean fish。黄都飞走了，进来一大堆鸡，这也是个大问题。你要秃个头先，唔系你要地中海先。So Plaza 咧都有好多韩式嘅年糕卖，大概一包咧就2磅几左右，有啲咧仲连埋个酱汁噶，真系轻轻松松都可以变到韩国小厨神啦、啊！唔通你就系大长今？寒风筝飞多远未断丝？呢一格就系日本嘢啦，有啲唐扬炸鸡啊，日本嗰啲豆啊。隔篱就系一啲韩式嘅饺子啦，价钱都略嫌贵咗啲啦，不过喺呢边食系要咁嘅价钱噶啦。见到有啲 product 咧，真系好熟口熟面啦、啊，好似呢一款饺子咧，喺香港超级市场都成日见到噶。噔噔噔噔，欢迎咁多位乘客抵达中国。喂，唔好啊，唔好啊嘛，走走啊！系、哦，差啲唔记得咗，今日我哋系揾粉丝之旅添。哇，高丽人参茶，个人参茶都系5磅几喎、哦，你快啲孝敬我啊！50包5磅几，我抵咯。重重重，先生，你除咗重重重之外，仲识边句啊？同埋呢个系扮紧北韩嗰个报道员讲嘢咯。冇粉丝，冇粉丝，一定有嘅。连白饭都有，点会冇粉丝啊？我好多酱啊，好中意啊！我一直有希望嘅啫，系咪？有希望，咪呢啲咪粉丝咯？呢6磅几，喂，呢个最抵，2磅几啊，两磅几啊！快啲攞，快啲攞，快啲攞！我攞咁多啊！等先。2 hours later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
你走音啊，小姐。呢两个年轻人终于找到他们要找的粉丝了。哇，好久没吃过韩国粉丝了。哇，还有海带啊。啲海带烫，但系啲海带要和。买完煮饭嘅嘢，就系去到零食嘅地方啦。其实咧，我未去过韩国噶，不过咧隐约认得乐天啊、Orion 都唔系好识到啦。呢啲咧都系好出名嘅韩国零食牌子嚟嘅。系啊，我都未去过，但系咧就食过好多。啲朋友去完韓國帶翻嚟嘅零食啦，即系佢哋去完韓國咧，會掃一大堆零食翻嚟，就俾我哋食啦。應該就好平，不過喺呢邊買韓國嘅零食就有啲貴咯。試下諗翻起嗰啲韓國味道都 OK 嘅。哇，係龍心味嘅蝦條啊，好似好正咁啊！哇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好食啊，呢、這個好食啊，超好食！呢、這個超好食。梗系啦，价钱 double 啊！你睇下，真系好好嘅，睇下啲。Topoki 啊，我系炸年年糕嘅 snack 嚟嘅。吓系咩 ？Topoki 啊，空心嘅喎。哎，你冇食过嗰只年糕先？你冇？佢系嗰个嗰只味咯，就系扮嗰只年糕咯，嗰只味咯。好食啊！买啊！俾大家一啲额外资讯啦，我老公系一个好悭家嘅人嚟噶，有阵时咧有啲嘢可能佢真系好想要啦，但系觉得唔抵咧就会唔买啦。嗱，你睇下佢几犹豫。诶，咬我食咩啊？哎死啊！几多出嚟？哎，又几翻入去啊！咬我食啊！弹出弹入，打我一巴。好啊！你咪想食啊？嗱，你想食就买啦。$20喎，好想飲啊！真係呢度都係廿幾。哎，唔好咁諗，一個係零食，一個係主餐，真係唔要你諗清楚。大家估下我哋最尾有冇買到嗰包零食咧？繼續睇落去就知道我哋有冇買啦。真係好好嘅，但係唔係好食。哎呀，買啦咁樣。我驚你上癮。哇！我之前在香港買的 Sesame Oil 哪一隻啊？這隻哇，三磅幾啊！哇，這個是香港都很難找的，這麼大眼正啊。你知不知道韓國的麻油是真的好味一點的。哇，阿廖超巨型啊，12磅79啊，吃三年都吃完了，是吧？這裡知道他的手拼過去更大過我的手，但是最多我买的最大的。正常啊，你摆好耐。快啲啊，快买啊。嗯。我买俾你食。喂，多谢你喎。买俾你食。结果他竟然借我个桥说买俾我食，明明就是满足他自己一己私欲。咁你都有份食的嘛，雨日又有份食喎，是不是？唉，你借埋个仔过桥。不过算啦，我都要欣赏你咁悭家的精神，唔系个个男人都有嘅。讲到悭家，咁我哋格下价啦。呢度咧就有好多汤料包啊，整火锅嘅材料啦。咁隔篱有啲泡菜嘢，我见个价钱咧，其实就同嗰啲华人超市差唔多。不过咧呢度就多好多选择，size 都有唔同。哇！除了泡菜之外，還有菊花茶、檸檬茶、麥精、維他奶等等的陽光的牌子飲品，不知道呢些是不是香港出產的呢？你說一下你買了什麼，你手上這包是什麼來的？這包是我獎勵我老婆的零食。嗯哼，有什麼特別呢這包？好好吃。是什麼味啊？是什麼味？辣、甜、檸檬，又辣又甜，你话食完食完会上瘾啊，系咪啊？系啊，应该有好多味精，所以我帮我老婆食咁啲。外国咧，成日买到食材都系好有限，得闲买下其他国家嘅食材咧，可以帮屋企嘅饭送咧整多啲花生啊，自己煮得开心啲，屋企人都食得开心啲啦。如果大家都有啲好推介，可以买到唔同地方食材嘅铺头咧，都可以喺下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。
究竟呢两个年轻人下次又会去边度冒险呢？我哋下次嘅片再见啦，拜拜，噔噔噔。